友，早上好！今天我们要来学千岛娃娃课。首先，我们先拿出来千岛娃娃课本，然后我们拿一下这个第六到第十课的课本，然后我们翻到第十页，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图片，是不是跟你们的书一样的？那我们先看一下，啊，这里有很多什么呢？很多。Rabbit， 对了 ，Rabbit， 那 Rabbit 的中文怎么说呢？兔，啊，跟老师一起读呀，兔，啊，这个是兔，柯林鸡，啊，那老师问，兔子的身体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啊，这里有好多兔子，对不对？那兔子的身体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的，对，棒，白色的。那老师再问一遍，这个我们怎么读呢？兔。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下面的，刚才我们学的是兔，那现在我们看下面的有什么呢？会飞的是什么呢？啊，鸟，我们一起读呀，鸟，啊，鸟会怎么呢？鸟会飞。那刚才的兔会怎么呢？兔会跳，蹦蹦跳，是不是？那鸟会做什么？鸟会飞。来，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呀，鸟。那今天我们就学生词，那明天我们再见面了，再见了，小朋友，记得要在家多复习呀，再见。